谢谢大伙儿啊！上台来先给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我叫孙涛。那么我呢？今天呢，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。这个单口相声不好说，大伙儿呢都知道，很困难，不好演，有很多的技巧。你扒拉我干哈？扒拉我干哈？我扒拉你，猜一个国家名。什么？巴拉圭。你有毛病是吗？什么叫你有毛病？大伙儿都知道，演出看我们逗哏演员。看你们也得让我说话呀，有你什么事儿呢？大伙儿，你们横跟演员上台，这是龙子儿都配的，就占个名额在这儿啊！哎，你这话说太损了。我也说相声，我会说相声。你会说相声？我会说。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基本功课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四门基本功课，你知道？知道啊。脱鞋上炕，你都。你们上一边去吧，我看你不知道，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你都行吗？都行啊，都可以、那咱时间有限，咱就挑一门考考你。行，会唱吗？太会了。能唱什么？我听听。太平歌词、竹板书、数来宝，张嘴就唱。这玩意儿你会唱？这有什么不会的呀、这个刚才别看他们唱了，你会唱吗？会唱。你会？你还会？你都不知道它叫什么？当着大伙面我考考你。你考。快板叫什么？叫快板。废话，我用你说。快板那是大名，想会唱得知道小名。这快板哪有小名、知道快板小名叫什么？没小名。知道快板小名？知道快板小名？快板小名叫什么？知道吗？快板小名叫什么？板板。毛病是吧？有毛。快板，快板小名能叫板板吗？你说叫什么？快板板。你还快板板啊？你怎么不叫汉堡包？汉堡包行，我这快板打最好了。那你打两下。刚才那跟我比差飞了。你这么有能耐，打两下。打完我就吓死他。我来来，打两下啊！欢迎欢迎，打两下。来，看去。来，谢谢。你还真就打两下啊！数学表演艺术家会不会唱？数学表演艺术家会不会唱完整的词儿？想听唱？嘿、我都等半天，我都替你美了。来来，听好了，听你唱，听好了。行。大黄蜂怎么这么黄？我这个小队就这么长。好啊！哈哈哈哈，太有文采了。来来来来，再来一段。呵，还挺听这听太好了。再来一段。绿巨人怎么这么绿？我这个小段就一句。太棒了，咱俩的鼓掌掌吧。还听吗？不错，很高雅了。听这一段。听这你荒凉。来来来来，蓝精灵怎么这么蓝？我这个小段这就完。你去玩去吧你。急了，怎么急了啊？你是不是以为我真在夸你？怎么了？这唱的都化佐料，一句整话没有。唱最好了。你会不会唱那种传统的大段？唱大段你都跟不上。没那个啊！你唱上句，我能给你接下句。唱前句接后句，就敢说这话？可能拿起板来咱唱。来吧，唱一个你就没听过。谁怕你呀？听好了，花英山，巍峨耸立万丈多。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似开锅，炽日炎炎如烈火。路上的行人刚入伍的战士叫新兵，入伍一年成了老兵，老兵就把这个新兵带，这个带出来的新兵成了老兵。闲言碎语不要加，饶也别胡喊无耳了。二不怂，学拳道过少林寺，论武艺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还有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。像一棵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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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风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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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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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左边一起画条龙，我们右边画彩虹。哦耶！改革春风吹满地，这个吹满地，中国人民真正气，真正气，真正气。卡路里，卡路里，卡路里，我的天敌，燃烧我的卡路里。拜拜，甜甜圈，珍珠奶茶，方便面，火锅。秘方打扮机，拿走拿走，别客气。你拍一呀、啊，我拍一。找啊找啊，找朋友啊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敬个礼啊，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再见，别唱了。那个，来，你先
再介绍介绍行吗？哎，大家好，我叫孙涛。嗯，完了啊，还有吗？你多说一点，让大家多认识你，对不对？台下我教你，不能台上也我教你啊。我教你。你多介绍点，介绍点啊。那个，大家好，我叫孙涛。然后这个，我们今年七月份的时候，自己在河东这个爱琴海的夜市干了一个相声剧场。然后这次来参加比赛呢，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呢，给我们这剧场打个广告，做个宣传。反正你也不能找我要广告费。是不找你要钱啊？你现在这个剧场经营的怎么样啊？挺好，每场都得百八十人吧。哦，那为什么上座这么好啊？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剧场周围卖小吃的特别多。这个卖小吃跟你们上座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我们剧场的旁边是夜市，就卖小吃特别多。然后这个夜市里呢没有坐的地儿，大伙儿买完之后都举着没地儿去，就跑我们那儿歇会儿去。哦，那你们要不说相声，他们进去吗？别来啊。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今天来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在这儿展示一下我们的水平，让更多真正支持我们、喜爱我们、真正热爱相声、喜爱相声的人来到我们的剧场里，这样就可以卖我们自己的小吃了。